湘赣边界，湖南东南边陲，罗湘山脉南端，这是地理上的桂东。绿意盎然，山清水秀，路在天上，云在脚下，这是念想中的桂东。中国最佳生态旅游示范县，中国最佳消夏避暑旅游名县，中国深呼吸小城百家县，这是口碑里的桂东。有的地方相见不如想念，有的地方一见从此倾心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桂东就在烟火最深处。在负氧离子含量最高线的每一次深呼吸，都是与森林的清新对话。571座山峰耸立，11座山峰高过2000米，空山不见人，风力发电机与山峰共舞。青峨山上万亩杜鹃花海傲然盛放，在青竹村帐篷里与星空一起睡去，在秋里村鸟鸣中与朝阳一起醒来，看齐云峰绝壁天险，访和平古龙根文化，走沙田古驿道，盼三千湖灵动，背包客的桂东悠选，摩旅一族奔驰的前方。在龙溪瀑布下静立，在八面山上手可摘星辰，在千年鸟道看候鸟飞过天宇，俯仰天地，物我两忘。山谷里，小溪旁，生长出近1000家民宿。在青竹、金洞、秋里、知青小寨，零距离感受白云深处有人家，品味天德黄鹂四五声，体验溪头卧波凉棚。在精品民宿，静下来，慢下来，听雨打芭蕉，看风吹蒹葭，城市喧嚣远去，心中豁然开朗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每年入夏，游客如云。与土地深情对视，与心灵深度回溯。黄金气候生态带，休闲康养生命带。桂东就在这条神秘线上，盛夏南方都市群被38度炙烤时，桂东人不要开空调，不会有蚊子叮咬，因为这里拥有82%的森林覆盖率。县域负氧离子含量平均4.6万个每立方厘米，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3度，温度是城市的里子。在第一军规广场，红六军团誓师西征地，红四军普乐活动旧址群，重温热血的温度。在唐家大屋，邓丽群故居诉说时光的温度。6月6禾苗节，板凳龙现场，客家采茶调，非遗温度触手可及。
在龙头围屋，背西巨龙居，文峰塔前，感受历史温度，古井旁，古树下，炊烟里，乡情温度扑面而来。美食是给旅行者的慰藉，一口醇厚玲珑茶，一盅清冽米酒，一碗鲜脆黄菌，一盘香甜黄糍粑，从手到口，从口到心，桂东用最质朴的方式释放热度。高山蔬菜，冷水米，桂东甜玉米，每日早市最有烟火气。晨心里，游客挑选带露水的商货，叫卖声，讨价声，声声入耳。桂东生活的热度与城指间绵绵，在炊烟里袅袅。桂东海拔很高，温度很低，人气很高，姿态很低，来桂东的念头快如闪电，无法阻挡。品味桂东的旅程漫如长河，流淌不息。世界上有一个地方，你若来临便只想厮守，不再离开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桂东总在我的旅程第一步。